远古时代，人们就对宇宙星空有各种想象，好比说蛋。中国人以为天是一颗蛋，地是蛋黄，星星镶在蛋壳上。埃及人认为女神纳黛是天空，星星布满她身上。巴比伦人觉得天空像巨蛋的盖子，星星生在棚顶上。像我这种科幻迷，当然想象宇宙当中正在进行一场星际大战。好险！不过，这漫天的凭空想象都是真的吗？科学家发明的天眼让大家跌破眼镜。原来，在无数星球和星系组成的宇宙里，人们肉眼只能看见3000多颗六等光以下的星星。想看到星光微弱或肉眼接收不到的电磁波，可得借助另一只天眼，那就是望远镜。